点关注，手中我点击一下左上角的黄色关注，电脑我点击一下右下角直播时通知。然后喜欢听歌看舞蹈，可以勾一下旁边九二新秀节目预告。想要做场控，可以私聊一下麦向管理。然后大家手有免费小花，可以送送免费小花；有打卡点心，可以帮我打卡点点心，谢谢大家。然后给大家带来这麦序第一组舞，冷啊！但是我穿棉袄跳舞的话，你们会看吗？如果我穿军大衣跳舞，你们会看吗？给大家带来这麦序第一组舞啊，今天第一次来，那点点关注吧，然后以后就经常可以看到我。老司机表示很好驾驭，确实很好驾驭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。
欢迎大家来到九二新星秀燃爆星星就在这，我是本档江主播露露。大家喜欢我可以点点关注，手机会点击左上角黄色关注，电脑也会点击一下右下角直播时通知。喜欢听歌看舞蹈可以勾一下九二星星秀节目预告，想要做场控可以私聊一下麦上管理。然后大家手里有免费小红花记得送给小红花，有打卡点心可以帮我打卡点点心，谢谢。然后给大家带来的麦序第二组，尖叫花炮满场黑夜，香水透露你的方位，像微笑是塞纳河边，深夜流逝大家，欢迎来到九二新星秀燃爆星星算账，
我是本档江主播露露，多多少少要露一点啊。你让我露我就露啊。欢迎大家来到九号新秀，我是本档江主播露露，喜欢我还可以点点关注，手中我点加左上角黄色关注，电脑用户点击一下右下角直播时通知，喜欢听歌看舞蹈可以勾一下九号新秀的节目预告，想要做场控可以私聊一下麦向管理，我可不可以说太薄了点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然后到最后一次我的时间，谢谢大家，欢迎来到九二新秀，燃爆星星就爱这，我是本档江主播露露。大家喜欢我可以点点关注，手机用户点击一下左上角的黄色关注，电脑用户点击一下右下角直播时通知。喜欢听歌看舞蹈可以勾一下九二新秀节目预告，想要做场控可以私聊一下麦向管理。我们这个麦序结束就回家了，谢谢，谢谢大家礼物。这个麦序结束我们就回家直播了，没点关注小哥哥记得点关注，不然一会儿就。